吐槽吐槽，这个真的是让到我笑啊，因为Cody 被反吐槽了。推理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型推理节目，我是福尔摩斯，我是 L。最近呢，在大马中文圈 YouTube 呢，发生了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，就是 Cody 还有松生的顶上之战。所以呢，我们已经分析出了八个疑点。第一个疑点就是，关你们屁事啦！哇，这样多是是啦，不要这样 gay 博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要分析什么东西是吗？对啊，因为我们要靠这个来赚 view 咩？我们不是这种人，我们不是这样的 YouTuber。对啦，我们只是靠题目赚 view 罢了。被骗进来了，骗进来是不是 ？It's a prank。你有试过看 YouTube 中 prank 没？是不是？没有啦，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哦，很多时候你不是黑就是白，其实很多东西是灰的。你不要看到了单方面的评论就去人家的那种 comment 下面哦，那种说人家爸爸、说人家妈妈、诅咒那些非常不好的言论、啊，不是很好啦，我觉得。而且就算他们之间有什么口角之争，我们也不应该去继续也借题发挥去讲这东西。对，我们拍这影片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本来想拍分析他们为什么吵架，然后我们找不到 point， 所以他们现在其实全部都是假的，我跟你讲，其实不要牵扯那么多人、啊、然后又告诉他们，又怕给他们的粉丝有点怕样子、然后才不要拍，不是啊，我们绝对不是这样啦、啊。然后那个零上镜、哦、是，等一下，上镜快点，上镜快点，那个阿元，我跟你讲哦。YouTuber 阿元 ，YouTuber 啦 ，YouTuber， 绝对不是这样的。我们是真的是本来都要拍 prank 啊，绝对不是这样的。其实 YouTube 本来就是一个大家带来欢乐的地方嘛，是，对不对？就是这几天都感到很压力啊、难过啊、伤心，搞到。所以呢，我们推荐你一个影片，好不好？史上美多娜最大的杯子，你啊，看，你过来，我来 review 的。不能再，对。何？还没有看到朋友的，记得点进去看哦，有没有？看这种啊，开心一下嘛，是不是？不要这样 stress， come on， relax。有时候事情可能本来都没这样严重的，是给我们这种网民在下面借题发挥越来越大。所以我觉得结论就是说，你喜欢 YouTuber 呢，就继续的支持他，给他予以帮助，不要去诋毁另一方的 YouTuber， 产生更多的战争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的意思就是，我们绝对不是借题发挥，绝对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我们不是这样的人。好了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记得按赞、订阅跟分享，还有旁边的小铃铛按下去，赶紧按下去哦。来给我们 prank 不爽的、不想要 subscribe 我们的，求求你们了，不要讲啦，刚才跪手，对不对？大家开心一下，给个 like 好不好？可以啊 ，happy 有没有？可以了。